要叫我大人。是大人。哇，好漂亮！活了十几年，我还是第一次坐马车呢。嗨，这轿子真好。招呼的方式是这样吗？嗨，或者是这样？我问你个问题。这个，你可知道是什么药材？这个好像在鸡汤里面吃过，但是呢，又好像不是。连最基本的药材都不知道。大人却安排你做我的助理，这不合理。除非大人是想找个理由把你留在大理寺。长恨，你太厉害了吧，你完全猜中啊。为什么？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就是那只猫，否则分分钟就把我做成香囊了。我和青帽岩其实就是彼此需要，互相利用的关系，你明白吗？玄玉，去调查一下周围，不要遗漏任何线索。是。一共有三个人的脚印，按照大小来判断，沾有泥土的应该是受伤的士马，另外两个比较小的脚印，一个是受伤公牛，另一个就是凶手。凶手攻击士马，突然被另一名经过的公牛发现。哎呀，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那颗五色石？身高体型应该差不了多少。掉了。看这痕迹，两人应该经过一番扭打。古代男子都这么直接，不看场合的吗？这家伙怎么这么会玩接吻姿势啊？其中一个人在这里被侍卫的身体给绊倒了。喂，我知道这样很刺激，但是我觉得发展速度太快了点，我们需要彼此多了解了解。凶手将宫女击晕后，接着走到门口，但脚印却在这里消失了。事情应该是这样的。喂，你难道刚刚是在整我吗？变态，神经病。大人，
大人，我发现了这个。也不知道长恨在太医院有没有什么发现。哎，如姑娘去哪儿了？快去把她找回来，千万别让她跑了。是。哎，这不是那棵桃树吗？嘿，我又可以吃桃子了。尹商拜见太子殿下。大理寺那边怎么样了？大理寺的人已经到了，正在勘察现场。短短数日，我东宫中竟然有三人出事。你留心大理寺的动静，一旦抓住凶手，本王必将亲自严惩。遵命。